可娃，今天没下雨啊，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雪，这挖点蚯蚓呐，跟螃蟹钓鱼去，没事干了，无聊。对，明天开始就升温了，明天开始我们就开始放牛了，挖点蚯蚓，去小溪野钓啊。土地，下溪。现在挖个蚯蚓都那么奢侈。那一块地都挖完了，就挖这么几条，踩住一下吧。这蚯蚓也挖了，螃蟹家的地也除了。你家地不肥，你知道不？蚯蚓都藏不住。要浮动点油。都贴死。天冷，不知道这个鱼会不会开口啊？不知道。有没有专家在里面？坐那里，我看别人下雪都钓鱼的，是不是钓到？啊68条蚯蚓啊，试试看钓到不？现在开钓了啊！这个一个小溪，然后这一个潭，这个深潭比较深。去年我在这里钓了几条草鱼，还有一条鲤鱼，都挺大的，2-3斤。现在估计天冷了，这鱼儿都在冬眠。王爷在钓蚯蚓，也没动静。我钓2个玉米，也没动静。动不动了，太冷了。这是何苦啊，这是钓鱼的人这样钓鱼。何苦何苦啊，钓鱼就算了，钓不到来牛棚打扫卫生，给它消下毒，等天气暖和了再去试试。打扫得干干净净的，这刚忙完，这小孩下课了。今天第一天一个人在学校，哭了没？老师说哭了没？没有，没有啊，真乖。明天还去不去读书？还去，还去啊？读的。好香啊！吃个火腿肠。我去吃个火腿肠。我也想吃，我也想吃嘛。嗯，两个我点了。好烫，妈妈。啊？是吗？嗯。我不吃。那吃啥？刚好干活累了，吃点营养，补充补充。我咬一口吧，里面肉给你的。好吃这个，好撕不出来，这个就好，好撕不出来，这个肉你咬吧，嗯，这个咬掉，就是这个，看看你，怎么样？慢慢可乐啊，这个可以多喝，来接大宝去，啊走，这竹子读一天书就消费这么多钱，啊，有我容易吗？我容易吗？一点都没赚，一点都没赚过来这么多。可以点点啊？好，可以。好，不喝了。这家味道其实还可以。太咸了。吃这个吗？嗯。那绑起来不要等，能吃吗？看汉堡，要不你吃个汉堡？我不吃。留出来，放不吃了，来绑起来，不要再买掉了。哥哥，哥哥起身，快点！哥哥，大家呢？哥哥都出去了，哥哥，哥哥7:30就起床喽，8点钟就上课喽，老吓你哦，9点钟上课还哭着去。你看你这个人，我还买个粉丝汤。